Hey, 大家好，我是 Kelly， 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我住在 Sarasota 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这里的 Siesta Beach 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城。 Sarasota 有美国十分学校，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 Sarasota 都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2021和2022全美国统计数据，佛罗里达州是迁入人口最多的州，高性价比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Hey,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一，2024年今天和大家约好的要和大家分享降价的房源。那么我们要看一下七天的情况。新上市房源七天的11247，涨价的1265，降价的14283，今天降价到七天的3000多，过户的5867，判定的8188。看一下三天的情况，新上市的4591，降价的5651，过户的2236，判定的3838。OK，24 hour new listing 1479 decreased 20 to 25, sold 878, pending 1578。 好，我们去看一下降价的会有什么比性价比比较好的，和大家精选出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盒呢，大家介绍一下啊，门牌号真漂亮，13888，在 Venice 啊，一个比较新的房，2016年的，39.9万，原价是42.5万，物业费还可以，362，面积1437，总面积2060，两卧室两卫生间，两个 car garage， 这是 single family home， 有湖景，房还挺漂亮，像是 Taylor Morrison 的房的款式。大的岛台很漂亮，现在是流行啊，台下盆、洗衣房、主卧室、主卫、卫生间、湖景漂亮，39.9万，42.5万降下来的。Island Walk at West Villages， 这个就是这个小区，大型的游泳池有两个，还有这些 facilities。很漂亮，这个物业小区漂亮，网球场，大型的啊，俱乐部。这个照片搞的93张照片，我们就不都看了啊。这个就是比较大的社区，还有 pickleball courts， 现在比较流行的 pickleball， 这地是这个花园，可能是啊，种点菜呀、啊，种点什么的，它拦起来了这个啊，这也挺好的，是吧？游泳池。儿童乐园是，这是花园，看呢，种菜的地方，他这个搞挺好，这个应该是哈，种菜的地方，种点韭菜，种点什么，这个挺好，这个地还是用这个 paver 搞的，搞得干干净净，让你在里种菜。Pickleball court， 这是 dog park， 健身房、俱乐部、游泳池、俱乐部，很漂亮啊，这房哈，和大家推荐。那个房是2022年的房，50多万降到46.5万，1614平方英尺，230的物业费还可以啊。第二号层的房 3 bedroom 2 bathroom 2 car garage， 2022年的算新的啊。看一下，有湖景，漂亮吧？家家户户新房，有 crown molding recessed lights， 岛台，台下盆。这个是 pantry， 湖景漂亮吧？蓝奈，说这个湖景值钱的啊，朋友们。这是 master bathroom， 这是frameless glass door closet， bedroom with a crown molding， that's nice。这是 office 啊，这是 French door office bathroom， 这个是 photographer 在那儿，可能是定时拍的，就是 timer。这个很好啊，看见了吧？外边的照片砖瓦房顶，
这个树好啊，一般有的有那种净树叶的那树好看，这个还好，没有遮挡你更多的 view。OK，有 gate，this is the gate is the community。俱乐部，漂亮，打台球，健身房。哇，look at the view，这俱乐部漂亮，一般俱乐部都在湖边，这个湖而且特别漂亮，这个好像是 infinity pool 啊，看不见它的边儿。无痕的游泳池、儿童乐园、dog park 这地方 friendly，pets friendly tennis court、mailbox、lake view，very nice，OK，、okay? 推荐这个，原价50多万，52万吧，50万，原价5、6万，讲了很多。这个是 gated community，这是个 villa，特便宜啊，33万，原来42万5，所以它降了很多。两卧室、两卫生间、两 car garage，还可以，不是特别老，1981年的房，但是物业费是556，面积还挺大的，1505，不是55家。它这个 driveway 有些裂纹，但是有这个 two car garage，33万是真的便宜，降很多。这是 entrance，地毯、地砖比较老了，什么都比较老，地毯需要更新。台面也不行，台面是老式的。卫生间，这个 shower 它改了，我见过这样的房啊。这个 shower 是在外头都能看见啊。这个是 fence，它这么做的 shower，怎么回事这么做？然后这是 lanai，另一个卫生间，这个装修过，灯也是装修过，更新过这个更新的。它有三个卫生间，是那个卫生间在外边，所以。脏了或什么在那儿洗一洗，然后三个卫生间看见吧。This golf course or something. Off in the backyard, great walking your dog or just taking a stroll. 告诉你 backyard 挺大，后边几乎还是有一些的私密性 privacy。这房便宜啊，物业费的话556，然后房地产税呢是3998，这是 homestead，它的房地产税将近4000块，它不是老年社区啊。然后呢，它是 gated community，它是 gated community，no guard，所以这个小区物业费呢500多啊，它是包含有线 TV、有线电视，那当然是割草，没有写游泳池的这个啊，security，pest control，private road，它这个房主要是挺便宜的，而且这个距城里挺中心的位置。它这个比较便宜，亮点就便宜。你可能还要更新一下地毯，如果你不喜欢地毯的话，它的卫生间进行了更新，有一定的私密性，主要是比较便宜，面积也挺大，1500平方英尺。这个房是68年的房，但是这个房地点相当好啊，1616平方英尺，总面积2613平方英尺，那降价是59999，原价51万，它降了1万块钱啊。在35天之内降了1万块钱，三卧室两卫生间。然后他写的一个 car garage，这不是两个 car garage，他为什么写一呢？没有物业费，这个亮点没有物业费。OK，地还比较大，0.22的 lot，0.22的 lot，房地产税比较便宜，2850。他还不是 homestead，这家没怎么卖房啊，所以他的地产税没怎么上去。要不然的话，经常卖，经常倒腾，这个房价房地产税就给搞上去了啊。咱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照片没有物业费啊，这不是两个 car garage，所以说这个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啊。这个是他的后院在这儿，哎，也有 fence，有这个围墙。他这怎么可能是一个 car garage 呢？这边是一个那什么，那边还有一家。OK，他这属于有一点 corner lot 的，有一点啊，不是完全。这是他的后院，大叔，这家的。这边他有个小房啊，怎么的？工具房可能是啊，铺的砖这个好干净。这棵大树太大了，能不能造成伤害啊？把这个房子有什么伤害没有？不知道。所以他这里头弄得干净啊，没有什么草，你这个用 trimmer trim 一下就行了。然后这就是干净的，走在这地上，这可以出租。你说是在的？OK，这个是主房啊还是什么？看一下，地砖比较老了。厨房，他这儿支一个这个啊。他把这个木头就被充分利用了，这个台面，这
这个台面他搞得挺独特的啊，朋友们。大理石台面、彩霞盆，这个橱柜这个颜色啊，有没有人喜欢？然后这个是墙里排油烟机，地砖啊是这样子的。洗衣房这么大，看见吗？洗衣房，这洗衣房很大。这好像是，这个是效果图，好像啊不一定有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一些经纪或者 photographer 给你搞两张照片，一个是效果图，一个是真正的 vacant room。这个他做的这个挺好的。然后这是老奈，老奈这个好像他弄的地毯不太好，几乎灰呀，因为这都不是窗户，所以他这儿还有个小房啊，这个挺大的。然后是松开门，这儿一个门，窗户，一看他这个窗户更新了。地毯，这个卫生间，这个好像不是大理石，但是这个 shower over the tub 这个呢是 sliding door，这也可以。这是 floor plan，有人会做，也许这个是原主人一直在这住的，他有这个图。这个就是这个房，朋友们啊，他写的是一个 car garage，我觉得这个挺好，没有物业费。然后好好读一读这个 9000 square foot lot。AC 是2020年换的 heater，water heater 2022年。仔细读一下这些东西啊，这他又降了1万块钱。68年的房没有物业费，OK？而且他的房地产价挺便宜，但你买了之后会不会涨上去啊？这个没法保证，因为房地产税是根据房子的价值产生的。这房在北三收的上市已经102天，4个卧室2卫生间，没有物业费，这个是出租房非常棒。1666平方英尺，总的面积2088平方英尺，不算老的房，90年的房，0.15的 lot 房地产税才1202，但是 again 不能保证你这个地产税还是1202。然后呢，它这个 lot 啊，它的是60乘106，前面院子的前脸还是比较宽的，OK。没有物业费啊，这个是亮点，41万，我估计你给他40万，应该能成交。他家的 driveway 又给扩宽了，用这些 paver，但这里会有草，这种草也挺讨厌。夏天下雨，这些什么的种子到这上都会不断的发芽，就长起来了。你唯一的做法是用一些填缝剂，叫 sealer，有一种是不长草的 sealer，你就把它刷一遍，那么呢，这上就会好一点，这个草就不烂长了啊。好嘞，我们去看一下照片吧。这个大 oak tree 容易把这个 driveway 给它拱起来，知道吧？这种 oak tree 挺讨厌的，所以大家啊，看有些人家都把这种大树全部都砍掉。我一个朋友，他家原来门口就一棵这样的大树。到冬天的时候啊，佛州冬天的时候砍树，价钱便宜。为什么？冬天没有飓风，夏天的时候树啊什么呢？一遇到雨水和这个热呀，它的树啊草啊都疯长了。所以呢，就冬天的时候处理这些树比较便宜，把它给砍了，顺顺，或者是把它砍了种这种棕榈树比较好。它是一叶是一叶，它不往那个不把那个地基给拱起来。它这个 driveway 有的人行道啊什么的，有的都要磨呀，因为地底下那个树根给它拱起来了。这样的话呢，人行走在这个 walkway 上容易出危险，被绊倒。所以啊，这个 oak tree 跟大家说一下要注意的问题。这家有火炉、地砖，他家有这种啊墙的这墙裙的这种 trim，他家进行了装修。火炉、厨房、主卧室，家具也挺漂亮，sliding door frameless，这是 vanities under mount sink，粉色的。这是另一个卫生间，这是厨房，OK，挺亮堂。这个是洗衣房，有这个 tub，这个完全可以更改，也可以好好收拾这个房间。这就是老奈，也是铺的地砖，这家可以啊，41万可以的，外边也铺的砖，他家不愿意走在土地上，看得出来，我也不愿意。这儿还有一个小棚子，这边有棚，这边也有棚，健身的地方。他家没有太多的土地，看样子。这儿也搞了一下子哈，他家这是后院儿、前院儿，院子是这么大，零点多少人？他家有太阳能，这棵树不好，这棵树容易把这个太阳能光板给砸了。如果树枝儿
折断或怎么样，它这块干净啊，没有很多的要割草的地方，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没有太多割草的地方。这是 floor plan，这家看来是原主人，嗯，行，这个啊，这个是0.15的 lot，刚才我忘了，0.15的 lot，卧室俩卫生间啊，这可以做出租房，前边割草没有多少，就后院几乎都是 paver。AC 是2023年的啊，这家，这是 North Sarasota，这房可以，挺便宜的，没有物业费，做出租房可。这是在 Manatee County，是 Sarasota address，OK？这是 Sarasota address，但是 Manatee 就是 Manatee County，因为以 University Parkway 为界的以北就是 Manatee County。这个房45万9，降了2万，然后它的物业费是566，它这个是 Golf Community，OK？2000平方英尺。瓦房顶 villa，它属于，咱们看一下照片，瓦房顶，咖喱式台面的吧，台上盘这是，哦，他家的锅哈，他家的锅很多，这是外边，后院，后院不算大，但是有空间可以 barbecue，高尔夫社区看见吗？你看到的是高尔夫球场。有私密性，没有邻居在你家后院儿，后院儿就是一片绿色的养眼的啊，绿色养眼，绿色是保护眼睛的，所以有愿意打高尔夫的，come here，OK，可打高尔夫球的，那么这个来这个可以有泳池，给你割草，他这个物业费包含什么？Fire pool required clubhouse community mailbox deed restrictions golf carts OK golf community，看见了吗？Irrigation reclaimed water pool, okay? Then the fee include community pool, escrow reserve fund, maintenance exterior, maintenance grounds, pest control, pool maintenance, private road. 一个月的物业费啊，它的 lot 比较大，0.25，它的物业费是566，那也很便宜，有的就1000多。然后它的房地产税2921，这个你会不会继续付这个2921呢？不一定。这个房子在 Bradenton 2013年盖的啊，还是蛮新的，2层楼。有好多朋友愿意要2层楼的房啊，但在佛州的话，一般都退休的，所以尽量跟大家介绍1层楼的。但2层楼性价比不错的，也挺好。这物业费还特便宜，182块一个月，2084平方英尺总面积2762，三卧室2个半，卫生间应该是楼下有一个半个厕所啊，42万4，它降了7万5，降了7万5这个房啊。然后呢，他这个物，他这个费用呢，他这个啊，房地产税7040，这个不是 homestead，他的地块有0.17这么大，OK。然后他的物业费包含什么呢？没有写，他是每年2186，他物业费还算便宜的，朋友们，一个月182啊。好的，我们先去看一下照片吧。有的时候照片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这是 virtual tour，给你一个啊，你可以随便拉来拉去的。院子，它有个院子，草坪打扫的挺好。然后你说我上楼，他就让你上楼了，是不？跟着他就上楼了。这个就是 virtual tour，OK？然后二楼是这样子的，OK？有的这个办法，这个科技发达呀，你都能在电脑上去看他的房，走哪个房间，地板是吧？这个是地板，这儿是卫生间，主卧室在这儿呢，看见没？这是另一个房间，这是厕所啊，卫生间，这两个房间共用这个卫生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的，然后这是洗衣房的地方。好的，我们去看一下照片吧。这个是这样的，前面没有乱七八糟树，这儿有这个树好，像这样的树比较好。他家的草还是比较绿的，前面有花，搞得还算对称。这两种植物，对不对？一楼地砖、吸顶扇，然后 recessed lights。楼下这棚顶挺高的，你看它这个绳儿拉的都挺长的。然后这是水池子 sink。好像是大理石台面，后院也挺，草坪也挺绿的，卫生间。这是拉奈，他没有做，给你一个空间，你可以自己做啊，可以自己安上这纱窗，像他家弄一个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自己搞啊。这有个拉奈的，这房子这样的，朋友们，这房子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啊，可以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想做点什么。在自己的后院做什么？这是游泳池，这社区啊，
便宜，网球场 pickleball court，这是网球场，没有 pickleball。好的，这房44.24万，嗯，降了7万多啊，这个便宜，物业费才182。这个 Palmetto 啊，2009年的房，原来是42.5万，现在是35.9万，36万，四卧室2个半卫生间啊，这个面积很大呀，2802平方，因此总面积3802，物业费50块钱，这座出租房啊也是蛮好的。4个卧室，2个半卫生间，这个房还算新，多少呢？2009年的房，新 roof 啊，AC 刚刚装上的啊。如果 buyer 还有 credit 17,797 towards closing cost，看照片，3328门牌号还不错，这有个拱形的窗户，2层楼，大红门是好卖的啊。前些年后来说黑门好卖，我就把我那个2019年卖那个房那个。黑那个门原来是绿色的，我就改成了黑色的门，呼呼喷上好多的那个黑色的漆啊！这个是地砖呢、啊，好像 laminate 这个地面啊。2009年的房，这个好像不是大理石，有个 island，这都可以更新啊，给它搞一个大一点的 island，都是蛮可以的。橱柜是这 oak solid wood，你看能看出来。卫生间，它这个更新了啊，卫生间更新了，吸顶上更新了，地面这是 loft 挺大哈，卫生间，儿童乐园，有个湖面，还漂亮，他家铺这个砖，2个空调，一个在1楼，一个在2楼，这有接缝啊，现在新技术这个都是全都是砖的，全都是砖的，这个有的这个皮就掉下来，这跟大家啊。我也是在卖房，我也希望卖，但是我知道的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有好多 KB Home 曾经有过这样的官司，就这墙皮都掉了。然后这个，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只要是里面的墙 stucco 和这个皮，它有空气，这个就容易剥落，所以这是个缺点。OK，但是有些人不在乎，但是有些建筑工人做的不好，就把这房的质量做不好了。他有这个 fence，这也漂亮。我有的知识都和大家分享。这样你在看房的时候，如果房有很多的小细纹，那你都要注意了，容易空气水进去，那么就这个皮就会被剥落。一般我还是愿意买1层楼，但是1层楼的话面积就不会那么大了，所以呢，要想有面积同样的地块，也就只能往高处走了，起高楼，对吧？好，那这个我们再去看一下物业费，它包含什么？它没有写，一年是3枚，OK，半年300块钱。便宜便宜便宜，它这个 lot 0.11的 lot 比较小，没有更多的。它这个房地产税是5,064，它这个是被出租过，看见没？No, not homestead。主卧室在 second floor，primary bedroom，second floor loft 15乘14，这个房便宜30多万啊！这个房的特点便宜，面积大，物业费也不贵啊，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它在 Tampa 和 Sarasota 之间，2009年的房上市已经很多天了。这是 single family home 啊，35.9万。那房在 Ruskin，就在 Tampa 的南边，刚上市18天就降了3万多啊，原价37万5。2012年的房啊，也算新房，四卧室，2个半卫生间，面积大啊，2038.37平方，因此物业费便宜43块一个月。往南往北走。坦帕那边啊，它的物业费比较便宜，房子也比较便宜，看出来吗？越来越便宜啊！我是按照老规矩，由南到北往下走，给这个房介绍一遍，大家观察一下这些价钱。那么想在哪里买投资房安家，就可以有个大概的了解。地砖它这也是倒台，这个好啊，2012年已经开始有倒台了。然后是大理石台面、台下盆，但是这个橱柜是前些年的款式，他家有。机器人的吸尘器，主卧室，frameless sliding door in the shower and a tub，还有一个 tub。它这2000多平方英尺啊，这个是办公室，老奶，它这个老奶漂亮啊，朋友们，这个便宜啊，它这有老奶往外接了，人家干活了，人家更新了，人家装修了，人家花钱了，然后这是种菜的地方，种小菜儿什么的，是吧？他家这个东西划得太远了啊，barbecue 在这儿，
有个阳光房，夏天在外边，不至于这个被蚊虫叮咬。他家这个草可能挺多的，给割草来怎么着的啊？他家打理了一下，好像没有弄这些草都在这儿。然后这什么意思？还是铺上去的，不愿意让它长草，这不太清楚啊。多少？这全部照片便宜33万5，2012年的房才43块，物业费啊，这个房便宜，而且面积挺。这个房降了大概4万块钱，现价35万9千五。这个比较有意思，跟大家介绍一下，物业费比较高，945，但是它这可以钓鱼啊，你不用买那种几百万的豪宅呀，在海边你可以用这个啊，大家一起用，还有伴儿啊什么的，搞这些钓鱼啊、出船呐、下海啊什么的。然后是俩卫生间 condo，1272平方英尺，有一个 carport。它这个房地产税啊。他这个是 homestead 的4822，但是来，咱们还是以图片，这是 lot size 0.01 acre，这是属于这种啊，属于这种 condo，为大家共同拥有这些 common area。来看一下，这个是 yard 二啊，我知道这小区，对对对，这小区我知道，里边也挺好的，搞得挺好的，1200多平方英尺，因为这个是可以下船，大家有很多的鱼的。种植物，看见，在家里就能看见船，这个奶奶 area 看的船，对吧？这家家户户有河景啊，这个别下船啊，这个水上运动，在这个小区体现的绝对的干嘛？所以这个房子这样特点啊，有需求的，那么你不用买百万豪宅，你买这个每个月费付分期付款，这个就是物业小区，哎，有这么个方便条件，你花这么多钱不用花上百万，35万、36万。你就可以实现出门出海打，就坐船出海打鱼。OK，这房子是原来是42万9啊，它是多少钱来着？这个降了啊，这个、降了。2002年的房，三卧室俩卫生间，三个 car garage。OK，1825平方，总面积2723，物业费9.17块，三 car garage，这个啊便宜极了。然后它这个物业费包含什么呢？Clubhouse deed restrictions, dog park, playground pool, sidewalk, tennis courts。然后物业费包括什么呢？Community pool，便宜，你游泳池你就花那么点的物业费，对吧？然后有 dock, lake, water access 这个小区啊，它真的便宜，物业费才这个 lot 0.18的 lot，它的房地产税它是 homestead 5228，房地产税。7108这门牌号也是亮眼的号，看照片有拱形的窗户，前边有 upgrades 有砖啊，这种 feature 这种 upgrades 这个树要看一看，它太高了。这个前边它是石头色还是什么哈？他家栏上的草不是很绿，他家的门是这样的。OK，地毯 vaulted ceiling 这个好，厨房这样的。不是岛台，是这种，这老式的房，2002年的房啊，哦，它炉灶是这样做的，它这可能是 model home，没准儿，怎么这么弄呢？然后这有烤炉、微波炉，它这个家弄得挺好的。然后是 pantry，放食物的地方，有 fence，这个是主卧室，床放一个椅子、沙发，他家这么摆的。鞋哇，这家鞋很多，男生还是女生很多的 sneakers。哇，那个立柜比较大，我挺喜欢。Tub, shower, bathroom, sink, vanity，有拱形的窗户，挺好，亮的。这个是 office，哦，打台球的地方。他家的院子很大，后院都是石灰地，挺好。哦，这儿有一点潮，非常干净啊，这儿很干净吧？把它铺成石灰了，就这点绿色的，你可以种小葱，种点小韭菜什么的，空调。外边晒晒太阳什么的，有这 fence，这房挺好的啊，这房三 car garage，这个 jacuzzi 在外头，然后在这可以喝酒啊啥的，在这泡啊，和客人在这聊天，挺好的啊。这家他做了很多的这个 upgrades，OK，然后这不同的椅子的颜色表现了我们沙滩阳光的这种氛围。OK，这样灯光，这个是 clubhouse，看来游泳池啊，
一个月花那几块钱，不到10块钱，你就拥有游泳池。Riverville 便宜，它那边物业费特便宜，有湖，看见了吗？这家可能是原主人，他有这个 floor plan 啊，上面的车库挺好的吧？这可能是 corner lot，你看这边有树啊，corner lot 这家停的车，corner lot 也好，右边没邻居啊，这边都是你家，这挺好的啊，朋友们。好的，我们再接。这在 Gibson 城，2006年的房就在 Tampa 的南边，32万澳，31万9900，两层楼，1774平方英尺，总面积2257，物业费29块1毛7，4个卧室，2个半，卫生间，2个 car garage。那么这个房的特点：一，物业费便宜；二，4个卧室，物业费它的那个房地产税将近6000，是 homestead。OK，然后它这个29块1毛7的物业费包括什么呢？Park、playground、pool、sidewalk、tennis courts、OK，游泳池还有 park，所以这个 Riverville 这 Gibson 那边这些物业费都比较便宜啊。它的前面阿拉拉奈，看见房子是2层楼，门大红门，安纱窗了啊，看见。他家在门口放个凳子喝个茶、喝咖啡没问题，不会有蚊子来叮他。有岛台这个好啊，大理石台面，海下盆这个挺好的，啊，看见。大理石，这也挺好，30万多，太便宜了。湖景漂亮，主卧室有湖景，非常不错的湖景哎。然后还有院墙，这个啊，这家30多万，这还行，有2层楼，院子干干净净吧，挺好的，可以养狗。有湖面啊，自己家有后院有湖面，这个房啊，这房这样的。侧面吧，它有 fence，车库应该搞一包，把它搞成 epoxy。行，这个看完了这照片，这最后有一个第十二个房跟大家介绍的，争取每次跟大家介绍12房，多介绍一些就会时间多，我就会压缩速度，就是压缩这个视频的长度，就会把它语速增快。好嘞，那么再和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那么我们下次再见，Good night, bye。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点赞、订阅、转发、评论，下次再见。